就最近一段时间，姐的生活非常的奢靡。怎么说呢？就早上在家能吃一顿饭，哎，剩下的中午晚上就天天有人请吃饭，人缘特别好。而且吧，那每一桌都得吃了个菜，哎，啤酒白酒是管够。最有钱的是什么呢？就陪我吃饭的人啊，少则一两百，多则四五百。台上还有人演节目，还有主持人啥的，天天大有排面。就天天随礼呗。一个月10000块钱工资，去了税，剩下的一半都上交给这帮人，非法敛财，他们都属于。都啥事儿啊？结婚生孩子生月宴，这都正常不过的了。那咋的？还有啥不正常的呀？前两天有同学买房子办的。那乔迁不也正常吗？我说过我乔迁不办，是不小弟啊？那你说我乔迁我都不办，那你办了你就别叫我了呗，咱俩没啥理啥的。不的，可拿我当挚友了。结果我一去，你猜怎么的？咋的呢？妈呀，我这一看，我说这不我老舅前段时间买的房子吗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他租的老舅的房子办乔迁。那你随了吗？都叫我了，我能咋整啊？随了。我跟老舅说了，我说来年必须给他涨房租，把礼钱赚回。不，那你随多少钱呢？我随200啊。那我姐们儿看。炸母老虎，你好。哎呦哎呀妈，真吓人呢！不转了。哎呀，姐妹儿，姐妹儿，哎，姐妹儿，真埋汰啊！这就埋汰了。他们不攻击人。后边谁呀？像傻子似的按喇叭，这地方能按喇叭吗？你看像大虎逼，这人家帮一眼素质带有的啊！妈的，你给人吓住呢，精神病！比我还好，素质搞家里头了。来。那包咋还扁一个呢？哎呦，太可爱了，姐们儿！哎，姐们儿，那擦我啊！哎，不行，太臭了，别呼吸。哎，这还有句呢，怎么这儿这么不合群？人这边都吃饭呢，开饭呢，不去呢？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啊！哎呦，太漂亮了，你们自带滤镜哎。痒啊！都50、80的住吗？啊，这样220一个人加车200，咱四个花1000块钱，房子物价太贵了。1人民币等于0.5行币，等于3东北币，还是东北钱精华。有一个品双十一给我们坑个费，你带不带？带啥呀？让他发样品吗？带那个雕刻墓碑啊，可以发样品吗？不是，花行有包，真的是你虎啊！还写发样品写谁名啊？你疯了呢？万一都接呀？他给坑位费呀？给你刨个坑吧，给你坑位费，给你发坑里头去，那样品赠你吧，大虎。这玩意儿是啥呀？都这么贵呀，卖5000多呀，奢侈品呐、啊？皮草啊？皮草，是貂吗？不是貂啊？啊，不是，它是羊毛。啊？皮毛一体啊？羊毛。那老貂，一家三口子，一户口本的命都给你高一件衣服上，都卖不上8000。啊，你羊理个发，退个毛，卖5000多的衣裳，那咋的？供应链给你买房了？你这么死命推他家这玩意儿啊？这不是好看吗？今年流行啊，但是5000多贵吗？嗯，不贵，快能买你命了。这个0.06毫米，超薄不干燥，啊、什么混乱之极，特别的舒服。而且就是这款隐形眼镜哈，啊、它是属于多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嘉禾，哎呀妈，前男友，你还活着呢？你说话还这么损啊？哼，托你的福，口才越来越好了。我这两年你过得好吗？我要说我过得好的话，你不会问我借钱吧？你对我怎么没有什么好印象呢？你把好去掉，我对你就没什么印象。这两年
感情路上顺不？顺啊，一路上都没啥人。没谈恋爱啊？不是，你要干啥呀？你做市场调研呢？我一直关注你抖音呢，你这还那性格啊，没变。不是，你到底想说啥？我也一直单着呢。嘉哥，我俩吧。打住！打住！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你，我还爱着你呢。爱来自心脏，不是口腔。你这你低了个臭嘴，逮谁爱谁，真的。自从住你心里，我发现了，那是个小区呀、啊，那不光住着我自己，还有老多邻居了。你说你这么丑，我都能掉入你的鱼塘啊！我发现我不是一条鱼呀、啊，我是虾呀、啊。但我现在眼睛治好了，我现在像明镜似的。你不用拿我当二百五了，我不可能再重蹈覆辙了啊！你有没有事儿？你要没有事儿，你走呗啊！祝你寿比昙花，以后我尽量绕行，行不行？尽量绕行啊！姐玩游戏呢？干啥呀？又要借车呀？借钱。你就多帮我一次呗，要不然我又得管我爸借，还得挨骂。妈，你那是借吗？哼，你爸把钱投股票里都比你强，虽然结果都一样，那投股还有点念想呢。不，那是我亲爹，能一样吗？那你就问他借去呗，反正你职业可老的，识人族呢都是。我这次关系我那个终身大事，那种事成之后吧，你咋埋汰我都行。又谁？又谁？我相了个姑娘叫小雪，那他们一家都挺满意我的，但是她闺蜜不太满意。等会儿呢，她闺蜜不满意，她闺蜜凭啥不满意呀？她给嫁妆啊，还是她陪嫁呀？这不上次去小雪家吗？那没想到她闺蜜也在吗？那礼物买少了一份，她闺蜜就对我挺不满意的。谁家相亲还给闺蜜送礼？我没听说过。他咋好意？他还好意思不满意了？那身份证掉茅坑里，不知道自己啥身份了，臭不要脸！不，人家也是帮忙把关嘛、啊。你还帮他说话？哎呀妈呀！杜建，放屁！你咋想的？要不行你玩玩游戏，你练练脑子吧，老弟，咱这脑瓜的不咋好使。那啥游戏还能练脑子啊？口袋骑兵啊，一个亿的人都在玩呢，这界面看着就舒服，玩起来轻松不占空间，而且趣味性十足，建筑和士兵碰一下就能强化，不断升级兵种，轻轻松松打造自己的军队，还不用下载呢，小程序就能玩，不占内存呢。哎，看着不错啊，反正现在就得补份礼物让她闺蜜满意些，还得让她满意，她是 ETC 啊，不给她充值开启不了爱情高速啊。以后吧，多动动脑子。哎，处对象吧，人都给那个月老烧香，你可倒好，那贡品给灶神了。不是，主要是小雪也让我跟她闺蜜送点礼，说搞好点关系。她都把她闺蜜那购物车发我了，那省得我挑礼物了。哎呀妈，真细心呐！多少钱呢？五个 W。哼，他俩是把你当提款机了，一句不满意就让你疯狂吐金币。那五万又没多少，那我多少也得显示下诚意啊。哎呀妈，啥牌子塑料袋啊，你啥牌子垃圾袋真能装啊，都比脸干净，五万块钱没多少，没多少你自己出呗，你问我借啥呀，高兴。叫我呀？叫你，不是咋的了大姐？管谁叫大姐呢，那满脸褶子管我叫大姐。这车位儿，我在这排半天了，你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了，你车技挺好呀。不是，那你磨磨唧唧的，我寻思你不停呢。哎呀，先来后到嘛，挪出去吧你。我先来的。挪不了啊，你找别的地方吧啊。不是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跟你讲什么道理呀？干啥呀？哎呦我，外地车牌子呀，怪不得你不认识我车呢。你在这片打听打听，你知道我爸是谁不？嗯，那咋的？你妈没告诉你啊？是，妈理个大头，还45码旅游鞋似的，你很挺豪横啊！还你爸是谁？你要找家长啊？这来，你下车，来下车，下车。哎哎哎！来来来，指什么指？小学老师没教过你要讲文明、懂礼貌啊？大学老师没教过你思想品德呀？不是，别以为你是个女的，我就不敢收拾你啊！哎呦我妈，真厉害呀！你快点来吧，提款机，我想仰望星空很久了。你看新款那个库里南，我开能好看吗？不是，我想看会儿电影，会员借我用去。没有。我上午还看见你刷 VIP 电影呢啊！你赶紧的，别那么抠啊。谁呀？我抠啊？我该你的啊！看你自己充呗。哎呀，共享一下呗。哎呀，
说你对共享是不是有啥误解呀？共享单车、共享充电宝，哪个是免费的了？你给我转10块钱，我借你。哎妈，真抠，不借了。买杯奶茶都少给我钱，咱俩谁抠啊？天天胡吃海塞的，那朋友圈发的那都吓人，不知道的以为你皇亲国戚呢。就你的生活质量，你会员充不起？看人老板没在办公室，上人老板的办公桌顶那个照相当自拍啊，上直播间当头像，给女主播刷礼物，那阵仗可不像充不起会员的样啊！真的，就那架势，我感觉你都能给阿里盘下来。哎，行，我不借了还不行啊？行啊，明儿我不给你分享给你媳妇儿，让你媳妇儿给你点点关注，是吧？孤独的灵魂。我给你充1年会员吧，哥。那我还想喝奶茶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现在就去买啊。妈，吓死我了，那长得也太磕碜了。不是，我看照片了还赢啊，全是 P 图。哎呀，那是正常，现在的朋友圈那都不是晒自拍了，那都属于是晒技术，那都是技术精英。就应该315打假都给他抓起来，真是其貌不扬啊。老姑说了啊，过两天给我介绍个韩国的，说这回保准漂亮啊。老弟，你没听过亚洲四大邪术吗？啥呀？韩国的整容术、泰国的变性术、日本的化妆术以及中国的 PS 术，你知道哪个最吓人不？哪个？你看啊，你跟中国人去奔现是吧？一见面露馅了。你跟日本人去奔现，晚上一卸妆露馅了。你跟泰国人去奔现，到晚上。哎，是不？那你跟韩国人去奔现，你只有生了孩子才能露馅儿，那你都得悔不当初，你知道不？你品吧，都是知识，长点记性。哎呀，我要开始养生了，一天8杯水计划。嗯，没毛病，老弟。早上1瓶可乐，下午1杯奶茶，晚上6瓶啤酒。啊哎呦我的妈！现在挺丰盛啊，那咋大中午就开始喝上了？那吃饭不喝酒，往在人间走啊！哎呀妈，还往在人间走？就你这喝呀，你也走不了几年了。你懂啥？那八戒不喝酒，怎敢对嫦娥下手？那鲁智深不喝酒，能倒拔杨柳吗？武松不喝酒，怎能空拳干猛虎？所以足以证明啊，想干大事儿，必须得多喝酒。哎呀妈，那你喝酒干成啥大事了？人家从酒吧。喝到洞房，你从大厅吐到走廊，你干啥大事了？不是，那你不喝酒，你买酒干啥？对，不中秋节了吗？你一会儿回家，再给我老姑父拿过去啊。真不错呀，你中秋上我家，咱俩喝点。我跟你喝，我才不跟你喝呢。别人喝酒都是尽兴，你喝酒像拼命似的，像阎王给你派活了似的。你那是喝酒吗？不喝死几个都不罢休，人家都是危机，你可倒好，你搁哪比赛呢？你那喝赢了能写进族谱啊，还能光宗耀祖啊？那我也不想喝呀，没办法呀，那肉体排斥酒精，灵魂渴望乙醇。你有啥灵魂呢？前两天我看你喝点猫尿，哎妈，那家灵魂，那叫灵魂出窍了似的，上蹿下跳的，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，咋的？有人拿撸钩子豁了你后门呢？有人，老弟，我还想呢，猴进化到人吧，需要几千年，你回到猴只需2瓶白酒。我想去马尔代夫。你想上天不的？都说再过几十年马尔代夫就没了。你放心吧，就是你没了他都不带没的，你只能没他前头。暑假了上哪儿溜达溜达呀？上中街吧。不，我说的是旅游，不是逛街。老弟你看啊，这个暑假假设你月入10万，你可以选择国外游啊，你月入5万你可以选择国内游啊，1-2万块钱你可以选择省内游，是吧？5000的你可以选择郊游。那2000呢？2000梦游。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还想着旅游呢，还马尔代夫呢。你最后你就回家去吧，你就抓紧时间躺着，你看你今天晚上能不能梦着马尔代夫。哎呦我的妈，我姐指定是更年期了，朋友们啊，指定的。喂亲爱的，这么晚了你咋还不回来呢？你啥时候回来啊？我搁外头跟朋友喝酒呢，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你快点回来呗，我怕黑。那黑它不就是一种颜色吗，宝贝？那你怕绿不？这你别笑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到家啊。
我在国外啊，从来不喝这些东西，不健康。你也看到我条件了，我希望我们在一起以后啊，你可以跟我去西方。啊，极乐世界呀、啊！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啊，就是西式教育。我不是平民，我是外国国籍。什么呀？外国国籍就不是平民了？外国又不是凌霄宝殿。你说话怎么这么粗鲁呢？但我可以包容你。哎呀，你可别包容我了。我听说国内有彩礼这么一说啊，那两个人在一起吧，那彩礼就走个形式，早晚你也得带回来，是不？不是，那婚礼是不是也是个形式啊？那办完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？你说话太没有水平了。那在我们西方，行，你给我闭嘴吧！你们西方，你说你吃过几年洋米，真拿自己当洋货了？就我身边吧，国外工作的，哎，甚至移民的非常多，有的也挺有成就，那也没像你这么崇洋媚外呀。不是你上辈子你是树叶子吧？你太飘了。你总踩我干啥呀？我上辈子是缝纫机，我老能踩了。你算你回去找个洋妞吧，你别在这嘎糊我同胞了，真的。你不爱喝是吧？你不爱喝我可乐喝了，你都别喝了啊！我一会儿都打包。事太多。那就一片牛肉，你是不是有牛肉吧？那有牛肉不就是牛肉面吗？咋的呀？我非得给你放头牛进去？不是，那你们这不属于是奸？倒是给我挂了。咋的了，姐？汤面12一碗。牛肉面20，不是咱说就这一片牛肉值8块钱吗？哎呀，这不错了，这店开到现在卖出去牛肉面都用不上一头牛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牛就受点皮外伤，真的，一个月给牛搓搓澡够下面条的了，够下面条。你可真恶心！不是，你要不行你就给个差评呗，你生这大气干啥呀？那能行吗？那我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吗？我这么善良。哎妈，你这么慈悲为怀，我咋还有点不适应呢？你干啥去？我出去一趟。Later， 嗯，给的好评，内容，老板很大方，面里牛肉特别多。牛啊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要别的客人发现自己那碗面里头没有这么多牛肉，肯定能给他差评。老弟，你就记住，遇事不要慌，哎，若想让谁亡，必要让谁先疯狂。太牛了，捧杀。死路。你这不是死个鹿啊，你这是死了头牛啊，这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啥吃完呢？少吃点吧，你最近都胖成啥样了？这顿你花钱呢？不的呀。不的点巴巴啥呀？你瘦，瘦得像个细狗似的，瘦人练你就是灵体。那你接着吃啊，接着吃，到时候别说不好找对象啊。谁说找媳妇非得找瘦的呀？好男一身毛，好女一身膘，喜欢骨头那是狗。生活旺不旺，全看媳妇胖不胖啊！你说啥都有理啊！以后别叭叭减肥啊！别说话了，灵体，没文化多可怕，下了个生孩子。光想唬你的脸。我听听怕啥的呀？这他照片啊，老弟，你搁哪儿认识九萌啊？就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嘛。挺好的，我感觉这颜值真的，老弟，你别说烫成一品了、啊，你就砸锅卖铁卖血，你都给他买捏镜子。啊！真拿自己当西施了，长得不好看，像西施似的。老妹儿啊，我是他姐，你就你这颜值真的，你就放在古代能换边疆300年战乱，看你脸的汤泡饭都品不下去了，还烫成一品呢。我看颐和新村的项目不错，你要不要和麦子里一起做？你干啥呀，姐？干啥呀？那我朋友，那你咋的？你还能跟他处啊？你就这样式的，汤臣一品，真是的。老弟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，我自己买不起 LV， 我是不会问别人要香奈儿的。哎呀，这叫价值等同，你自身优秀了，哎，别人愿意为你付出，这是你有价值。你自己你都买不起，你问别人要，这叫掉价，你知道吗？张嘴就汤臣一品，你告诉他远点扇着啊，咱家就我这一个祖宗了，再来一个放屁，扣边。还有谁？王阿姨介绍的6号男嘉宾。喂 ，BB， 你喺度做紧咩啊？瞓觉啦，我好挂住你啊。我没做干面，我做的汤面。狗刚让我放出去了，一会儿跟我溜达溜达就回来了。我也挂着你，但是咱俩唠嗑归唠嗑，你说谁逼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来我操！我老板让我给他媳妇儿订10斤螃蟹。嗯，我说那能吃了吗？没等我说完呢，老板给我发10个地址。弱点，
格局小了吧？我他妈格局小了，太他妈羡慕了。哎，我要有钱了，姐，我也等他十个八个的。你就别说螃蟹了，房子都给他们一人买一套。事太深，风太大，你没实力，别说话。怎么的？瞧不起你弟弟是不？这跟瞧不起有啥关系？你跟他好人学一学，你跟他学啥呀？你知道那东五环那个老虎为啥不吃饲养员吗？为啥呀？因为人家都能知道一顿饱和顿顿饱的区别，畜生都明白的道理。人是情感动物，畜生才处处留情呢。你跟他学，你是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！